梦见女人，梦见女人有时候是自己性欲望的体现，重复出现的色情梦，说明做梦者的趣味和他的道德情感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因此做梦者无需为经常梦见同女性有染而心慌意乱。梦中的女人根据人数的多少又有不同的寓意，如果梦见与陌生女人交往或者同行，提醒你最近在钱财上要多注意，以免失去财物。如果梦见与你熟悉的女人在一起，若是两人的关系朦胧，表明你已有外心，最近最好把精力用在工作上。此外，古时候人们认为梦见成群的女人意味着欺诈，而现在人们认为这样的梦境预示着顺利和快乐。梦见一位非常举止轻佻的女子，暗示你可能有非常狡猾的敌人需要对付。如果梦见你杀死了她，暗示你心里的欲望即将实现，